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欢迎再一次参加我们教会的全网上的崇拜。我们都感谢神，让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有机会恢复实体的崇拜。弟兄姊妹在实体崇拜当中都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支持，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的疫情来祈祷，希望能够疫情能够尽快减轻，我们能够生活恢复正常。咁喺Dr. Henry 宣布呢、這個教會聚會必須暫停嘅期間，教會辦公室依然會係辦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想揾人傾下偈啊，想問下聖經嘅問題啊，分享下靈修嘅心得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到教會。教會辦公嘅時間都會有人，咁所以呢，大家可以隨便打電話嚟，大家嚟到分享一下，傾談一下。因為實體崇拜突然間要停止，所以原本將參加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的選票我就留待下個禮拜投票的，但是因為現在我們不能夠實體崇拜了，所以這班弟兄姊妹的選票我們要臨時又要趕著寄出，但是因為寄出遲一個星期，所以我們覺得有需要將郵遞的選票截止日期由11月30日順延一個星期，去到12月7日，所以請弟兄姊妹留意。咁如果係本來參加開實體崇拜嘅，你有 email 嘅，咁請你咧到有 internet 嘅話咧，請你直接去 internet 啊，去上教會嘅網站，或者咧將你嘅電郵寄俾我，咁我可以將呢、這個electronic 嘅電子嘅選票咧寄俾你，咁你盡快去完成呢個選舉嘅過程。青年同工的聘請的廣告已經是張貼在不同的神學院和宣道會的三個的辦公室當中，請大家為這個的聘請的事工來到禱告，求神將合他心意的人帶到我們當中。好，我們報告是這麼多了，我們奉主的名開始今天的聚會。宣召經文是詩篇118篇24至26節，聖經這樣說：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耶和華啊，求你拯救；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亨通。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宣召經文最後一句真係好實在啦。咁讓我喺教會當中喺耶和華殿裏邊为大家祝福。好，请我们同低头默祷，预备我们的心敬拜神。请一同起立，我们唱三一颂。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尽管我们所面对的时局一直在改变，我们几日前还可以自由的行动，今天我们受到一些限制，
幾日前我哋仲可以隨便出去溫哥華，今日我哋就要限喺呢個所謂必須性嘅旅行嘅呢個條款底下。上個禮拜我哋仲可以翻到教會當中喺禮拜堂裏邊嚟敬拜你，今個禮拜我哋就唔可以。幾日前我哋仲健健康康嘅，我哋仲去周圍去跑步。幾日後我哋知道我哋有末期嘅乜嘢乜嘢癌。人生當中就充滿咗好多嘅意想不到，但係我哋感謝你。儘管我哋有好多意想不到，但係我哋有一個意想得到嘅神，因為我哋呢位神係掌管一切，喺佢嘅裏邊並冇偶然，亦都冇乜驚奇，因為佢知道一切。我哋擁有咁樣嘅神，我哋實在需要讚美同埋感謝。人生當中難免有高低起伏，難免有抑揚頓挫，但係我哋嘅神卻能夠掌管我哋嘅每一步，能夠帶領我哋嘅每一天，以致我能夠平步嘅安穩咁行喺你自己嘅道路上面。當我哋 BC 省，當我哋嘅教會，我哋所住嘅社區受著呢個疫情嘅影響嘅時候，我哋唔能夠唔翻到你嘅面前，同你話神啊，求你喺呢個時候，喺呢個非常嘅時期，喺呢個難過嘅時間，你親手拖帶我哋，將紀念我哋嘅需要，醫治我哋嘅疾病，讓我哋早日脱離疫情嘅影響，好叫我哋能夠有一天，而且係好快嘅一天，能夠同眾頂姊妹歡歡喜喜嘅翻到嚟嘅禮拜聖殿嘅當中，翻到禮拜堂嘅裏邊，一同嚟到歌頌你，一同嚟到敬拜你，一同嚟到服侍你。施恩俾我哋，雖然今日我哋身體分離，卻讓我哋喺靈裏邊合一。透過空氣嘅電波，透過網上面嘅聚會，我哋同有一個心智，站立得穩，為所信嘅福音齊心努力。又願你喺我哋當中得著榮耀，你嘅心意得著滿足。我諗祈禱，奉耶穌名求，阿門。今日嘅金句勉勵我哋要做智慧人。箴言29章第八節，聖經話：涉萬人，善或通情，智慧人只識眾怒。以下詩歌讚美嘅時間，我將時間交俾師母。弟兄姊妹平安，今朝早上為弟兄姊妹預備兩首詩歌。第一首詩歌就係《你的信實廣大》，喺詩歌本嘅第18首，《你的信實廣大》。Oh,
歌就是詩歌本的446首，感謝神，感謝神。我们从心为奉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仍然是有能力奉献。我们都想象得到在疫情的底下，有很多人的经济都很困难，他们尽管很愿意奉献，但却没有能力。对我们这班有愿意又有能力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承认这个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求天父叫我们珍惜这份恩典，并且好好地运用这份恩典，让我们从你而来的丰富的当中去与人分享。求你纪念我们的奉献，纪念我们所作的这个的委身，好叫因为我们的生命被你的预立的缘故，你同时预立我们所奉献的金钱用在你的工作上面，叫天国的福音早日广传，叫你的名得着更大的荣耀。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Daniel， 不好意思，又要转一转个 PowerPoint 啦，这个又去翻上个礼拜，唔知点解。OK，online 嘅啱嘅，系我呢度唔啱啫。咁啊。今天我们讲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很容易背诵的，大家读一次两次就可以背到的了。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么多了。再读一次大家应该记得的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今天我们会开始看圣经书卷当中的第一卷，就是创世纪。創世紀是有五十章，看起上來好像是很這個的震撼，有五十章這麼多，我們行不行啊？我們能不能看得明啊？我們這麼長會不會很悶啊？我跟大家說，其實創世紀不悶的，如果大家想讀的話，可能一口氣會將它讀完。當然有個先決的條件，就是大家不要下下執着一些我们不明白我们不同意的事情。如果我们将圣经将这个创世纪用大骨干去分开的话，创世纪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節到第十一章，主要是記載上古的事蹟。上古的事蹟跟我們不一定有很直接的關係，因為那個時代的人都死清光了，我們嚴格來說是挪亞的子孫，跟挪亞的兄弟都沒什麼關係。不過但是我們都希望知道我們的起源，比如我們的始祖亞當夏娃等等。就所以第一至第十一章是講上古的事情。第十二章第二部分開始是十二章至到五十章，主要是記載以色列民族的開始。以色列的民族原本不是住在這個應許之地迦南地的，他們怎樣開始的呢？他們怎樣組成的呢？十二章開始就跟我們解釋。要明白創世記，我們首先要記得兩件事情，這兩個原則如果我們不搞清楚的話，讀創世記就很論盡了。創世記好像很多的歷史書一樣，是倒敘式的，意思就是是後人寫出來的歷史，而不是當時的人的親眼目擊見證，不是當時人寫的現實記錄。這點我們需要好記得的，一定要記住的，因為呢我們讀舊約創世記的時候，發覺有些他們那時不應該有的地名寫了在創世記裡面。就舉一個好我們遲早會面對 的難題，就是呢在出埃及記裡面神跟摩西說過耶和華的名字，之前的人不認識的，但是創世記我讀了不知道多少次耶和華，那為什麼呢？又說之前的人不認識，為什麼創世記的人認識呢？你記住創世記是倒敘式的記錄，那這個問題就沒有了。第二，創世記是一個肯定的歷史宣告，不是猜疑性的哲學辯論。創世記不是要跟我們辯論的，創世記用英文可以說是一個 verdict， 是一個決定來的。當然法官可以將他為何達成這個的決定的理由跟我們說，但法官都可以不說的。好像 Dr. Henry 說由星期四的凌晨開始我們 BC 省要 partial lockdown 了，他可以不解釋理由的，當然他很好跟我們解釋理由，所以一個歷史性的宣告呢是不需要提供理由。所以摩西在他的記載當中只是將一些已經成為事實的事跟我們說，而他沒有將我們很想知道的理由或者詳細的情形呢跟我們分析。所以記住我讀創世記要記住這件事，我們不要呢在雞蛋裡面找骨頭，不要吹毛求疵，是找不到理由的地方去找理由。 在神給摩西的啟示裡面，摩西知道天地的起源、罪惡的起源和救恩的起源，這三個就是創世記裡面跟我們說的主要的神學信息。天地的起源、罪惡的起源和救恩的起源。所以聖經就聖靈的默示，摩西將這個大概記了給我們，準確無誤的將這個大概記錄了，但是只是一個大概而已，當中有很多的詳情是沒有記載的。而記載這個大概的目的就是要讓摩西正要帶領進入應許之地的以色列人更明白神揀選的寶貴。我繼續說下去，大家就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了。讀創世記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記得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經做了奴隸四百多年，在這四百多年當中他們的民族意識還是很強，我們不敢說。如果從我們自己中國人從中國移民來加拿大美國，我們知道三代就已經不講中文了，所以民族意識經過四百年其實是很難維持的。所以以色列人突然間得到神的青睞，能夠成為神的選民，他們當中一定有很多的疑問，心裡面一定有很多疑問的。我們是什麼人呢？為什麼神揀選我們不揀選埃及人呢？埃及人比我們壯大得多，是不是他們文化比我們強盛得多，他們 的學術比我們優秀得多，為什麼不揀他們要揀我們呢？我們這班以色列人在神的計劃當中有什麼位置呢？這兩個就是創世記要解決的兩個問題。以色列人在歷史當中的身份
同埋喺神计划当中嘅位置。而我必须要强调嘅，创世纪喺呢一方面有好大嘅贡献。好啦，我哋睇下创世纪嘅本事啦。奇怪喎，呢次嘅啲方程啱喎 ，Daniel， 正话啲方程错晒嘅，奇怪，唔紧要啦，我哋我哋越嚟越发觉咧 ，high tech 咧吓，好得意嘅。不过点都好啦，迟啲有机会先同大家分享。今日篇度长，唔好讲呢啲嘢啦。既然话系神拣选以色列人嘅，咁到底神系边一个呢？嗱，刚才先至话摩西同佢宣告嘅啫，佢唔解释噶。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佢话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佢连神系边个都唔讲，个名都唔讲。咁点解摩西唔写多一个字啫？起初耶和华神创造天地，咁咪一天光晒咯？点解唔讲啊？因为佢觉得唔需要讲啊嘛，只系得一位神，仲需要使咩讲啫？咁但系当佢面对佢嘅百姓嘅时候，佢唔能够唔讲啊。当以色列人问摩西话：你话神拣选我哋，但系呢个神系边一个啊？埃及里面几百个神啊，甚至一上千个神，咁到底边个神拣我哋啊？所以摩西觉得有责任，有需要，神都觉得有需要，同以色列人自我介绍啊，介绍神。咁所以第一同埋第二章里面，摩西就向同胞、向以色列人介绍啦。佢话拣选我哋嘅神咧系创造主，佢系 creator， 佢创造嘅，创造宇宙万物嘅。摩西在第一章里面用了很优秀的一些方法表达的方式，我说是很全神的，但是很优雅的方式去介绍神。我们读神学读得很惨的，我们觉得神学很苦闷的，摩西将神学变得很美丽的。他向以色列人介绍神的至高无上和全能，他用什么字啊？他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话了就是的了，这个就代表了神的至高无上和他的绝对全能，几犀利啊！你想想我们 后来的神学家真是失败啊，写的神学书满到云啊。摩西就一句说话介绍了神的至高无上和绝对全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水里面要滋生活物，水里面就滋生活物。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是绝对全能的。并且大卫摩西又用了另一句说话去描写神的美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大家 有兴趣数一下讲了几次神，讲了几次神看着是好的。摩西用这句说话跟以色列人说，我们的神是很好的。当他做完这个以上万物的时候，他都看着是好的。这句说话不单止形容神创造的美好，也都形容创造美好事物的背后的神。神都是很好的，神是全善的。所以主耶稣说唯有神是 good 的，就是这句说话了。所以摩西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当然除了跟以色列人介绍神是创造者之外，神也向以色列人介绍神是他们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特殊的关系在创世纪的记载当中很明显地表示，不是因为雅各、以撒和亚伯拉罕，调翻转读，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有什么个人之处，不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敬虔令到神不选他不得了。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有人问起上来，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我们中国人，我们就为神找理由，哎呀，因为亚伯拉罕呢比我们中国人专心一点，他肯委身，我们中国人三分钟意图不得了，我们找很多理由，其实圣经没有讲理由的。大家回去读创世纪第十二章，什么理由都没有的。圣经只是强调这一切都是恩典，神拣选亚伯拉罕就是这么简单。在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摩西很轻轻地跟我们说，亚伯兰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这句说话很清楚地跟我们说，是神找亚伯兰的，不是亚伯兰找神的，是神自己拣选了他，并且与他和他的子孙建立这个宝贵而个人的关系。写讲章的时候忘记强调个人的关系这件事，唯独圣经的神和人类建立个人关系的，唯独我们相信的主耶稣是愿意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其他的神都不愿意的。创世纪就讲个人关系的，不再多讲了。而亦都因为这份的关系，神拣选了以色列整个民族。为什么不拣以色列埃及人呢？以色列人有理由有原因，是因为神和我的始祖亚伯拉罕立了约，所以他要拣选我。所以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既然说神拣选以色列了，现在解释到为什么了，为什么拣选我们了，但是问题就是其实真的是为什么呢？神拣选我是因为亚伯拉罕，但不拣选我都可以，有什么必要拣选我呢？在创世纪第三章跟我们解释了，原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说话，吃了神吩咐不能够吃的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弟兄姊妹又停一停的说了，那个果子是蛇果还是橙还是啤梨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神指着那棵树说你不可以吃，那你就不可以吃了。所以我们不要花时间去研究是 蛇果还是啤梨还是什么鸭嘴梨，不需要讨论的了。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他掉在罪恶里面，他陷入神的审判当中，是神吩咐过这棵树你不可以吃，他吃了。问题不在于那是什么树，问题是在于神说这棵树你不可以吃。当亚当夏娃犯了罪掉在罪恶里面，落在神的审判当中，神并没有放弃人类，慈爱神为了拯救人类的缘故应许了救法，藉着女人的后裔将人类从魔鬼的权下拯救出来，要让人类能够从神重新恢复这个的关系。可惜人类的历史跟我们说，我们的发展是却与神的计划背道而驰。首先圣经跟我讲创世纪第四章，他们亚当夏娃一离开了这个伊甸园，哥哥该隐就杀了弟弟亚伯。不单止这样，历史一路这样演变，去到第六章，圣经说呢，当时 世上的罪恶甚大，人呢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情况坏到一个地步，神不能够不干涉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决定将当时的人类全部的消灭，只是留下二人挪亚一家。人类的历史在挪亚的一家身上得着了再生。很可惜，因为受着罪恶的影响，即使得到再生的机会，人类的社会都是一天比一天坏。在创世纪第九章开始，或者其实第十章、第十一章两章经文，我郭宇堂讲错了，添不是三章，两章经文的里面，人类的历史就从挪亚的时代变到巴别塔的时代。人类从完全信服神去到公然与神抗命，并且誓要与天比高，与神较力的巴别塔情况。再一次，神不能够不干涉人类的历史，所以神亲自落到嚟呢度，落到巴别塔嗰处，打乱犯罪嘅人嘅计谋，变乱人类嘅口音，迫使佢哋分散喺地面上边。呢件就系我哋所知道嘅巴别塔事件。人类两件重要嘅事件，系人都知道嘅事件，洪水同埋巴别塔。就是提醒了我们，原来罪恶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是会审判的。由此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越走越坏，有一天神是会审判的。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发生了两次了。所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势必会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赶紧去传福音了。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未信的亲人朋友就没有机会信耶稣了。
经历了这两次的变故，经历了两次的审判，但是神爱人的心并没有改变，所以他亲自寻找了亚伯兰，将他从加勒底的吾尔带到迦南地，而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而这个迁徙亦都同时开始了一步一步地去完成人类的救恩的计划。不过誓要同神作对的魔鬼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神的计划，先后用了不同的手段和事故，又藉着不同的国家和人物要混乱破坏神救恩的计划。创世纪十二章至五十章所记载的事故，表面上是几个人、四个、五个、六个人的故事，却是充分地向我们表达了人生在罪恶的影响之下所面对的挑战。所以十二章至五十章其实是我们生命的反写或者写照，反应写照，反应和写照。我们温习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他的懦弱，撒拉的自作聪明和他的心胸狭隘，以撒的被动和偏爱，雅各的狡诈和痴情，还有约瑟的幼稚和升高。这些人生命当中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反应，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我们没有懦弱过吗？我们没有经历过信心的高升吗？高飞吗？有。我们没有试过自作聪明吗？成日都做的了。我们没有试过心胸狭窄吗？成日都是的了。我们没有试过被动吗？我们没有试过偏爱吗？我们没有试过狡诈吗？我们没有试过痴情吗？好痴情，不过不是痴情属灵的事而已。我们没有试过幼稚吗？我们没有试过高升吗？都试过。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反应和写照。对我们这班新约的信徒来说，以色列的族长他们所面对的软弱、失败和挑战，正就是我们今天行走天路的时候需要努力克服的障碍。神让摩西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除了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他们要顺理成章的应承承接这个使命，但是除此以外更加是要藉这段的经文，这些的经文提醒以色列人这条救恩的路不容易走，好像他们的列祖一样。以色列人扮演两个角色，第一，他们是 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当中的参与者，他们是神计划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所做的事会影响神救人的计划的。但另一方面，他们都是这个大计的，这个计划的受益人。想起你是老板，但你又在公司出粮，那你就明白、哦、原来做生意一点都不容易的。以色列人又是参与者，又是受益人，所以其中所经历的高低起落、甜酸苦辣，真是难以言酸的。不过虽然这条路难走，但是正如神一直守住他的信实，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和约瑟紧密同行一样，在前面日子当中，神摩西透过约创世纪提醒他的百姓说，神一定会照顾我们的，神一定会与我们同行的。没错，十灾和过红海的伟大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了。以色列人面对着的，眼见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黄沙，了无人烟的旷野，但他们有绝对的把握，
利未将人类从伊甸园带到这个吾尔，又从吾尔带到迦南，跟住又再从迦南带到埃及的神，必定会带领以色列人由埃及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一直将我们带到安底应许之地。这个就是创世纪的信息了，这个就是创世纪要帮助以色列人明白的一个的观念。所以在个人来说，创世纪就成为了一本灵修的手册，一方面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所服侍的神是几咁的伟大、慈爱和温柔，但另一方面又提醒他们，当他们落在各样的软弱和失败的当中，他们都能够从先祖的经历当中得到提醒，可以快快的、速速的回到神的面前，得着神的赦免和帮助。弟兄姊妹，觉不觉得这两样东西很切身？创世纪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所服侍的神是伟大的、慈爱的和温柔的。创世纪又提醒以色列人，当他们落在各样的难处、考验当中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地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岂不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跟我们说的吗？弟兄姊妹，这个是创世纪的主旨，这个也是整本圣经里面的主题。好了，最后我们看创世纪的信息了。上一次我们讲到旧约的信息，就是主耶稣的一生。接下来我先跟大家讲几样比较上难明的，大家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读圣经，去多些时间去思考的事情。不过我们先讲了先，跟着先讲实际的应用。在创世纪当中，我们读到主耶稣就是那个女婴的后裔，这个就涉及很重要的神学观念了。他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他是犹大的子孙。如果继续读圣经下去的话，你就读到主耶稣不单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不单是犹大的子孙，他更是大卫的子孙。圣经一路咁启示，更多的启示俾我哋知道。所以创世纪很强调主耶稣的身份噶。嗱，呢三个呢就是在创世纪里边强调主耶稣的身份，都是讲耶稣的。耶稣是女婴的后裔，他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是犹大的子孙。跟着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不少的人物，他们都是耶稣的预表。预表这个字呢，英文是叫做 type。 这个字是英文跟我们打字机 typewriter 同一个字，是 typing。 不过呢，在神学上面它是另一个意思的，当然是取其同意，即是打自己那个的字母，卜一声打落张纸上，他就打出跟个字母一样的字。所以我打 T， 他就不会出 A 的。我打 T， 他就出 T， 我打 Y， 他就出 Y， 就不会变成 TAPE， 就一定是 TYPE。大家明白的意思。所以 type 这个字在神学的环境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件事就是代表主耶稣的这个的事迹。但是预表和预言有一些分别的。预表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这个人整个人的人生都代表着耶稣，不是。用以撒为例，以撒是应许而生的，主耶稣都是应许而生的，所以在以撒应许而生的这件事情上面，他预表主耶稣。第二又是以撒被献在坛上面的，以撒被献在坛上面是预表主耶稣都被献在坛上。所以呢，以撒的生平当中有两样是预表主耶稣的，但是至于以撒的被动啊，他的偏爱，这些就不预表主耶稣了。所以大家要明白预表或者 type。 当我们有机会参加西人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牧师，西人牧师说 Oh, this is a type of Jesus， 那你就知道了。那我们明白是这件事，
这个字母是 T 字字母，就是打出 T 字的意思。好了，上面讲的东西是需要大家多读圣经，或者比较上多一点明白神学观念的时候呢，你才能明白。但是创世纪里面充满了很多类似的一些的说话，一些的预表是关于主耶稣的。好了，那我们讲实际 的应用了。创世纪我们相信是摩西在西奈旷野写的，原因就是摩西没什么可能在这个旷野被召的时候，去到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期间，能够有这样的时间坐下写创世纪五十章的书卷。他要写成这卷书必须有一段很长不搬动的时间。咁喺咧商埃及記頭嗰幾章咧，我哋睇唔到有咁嘅空間。唯一嘅空間就係當以色列人去到西奈山同神立咗約之後咧，佢哋喺西奈曠野咧逗留咗有一年嘅時間。咁喺呢一年嘅時間裏邊，呢個係第一個摩西生命當中嘅空間可以寫創世記嘅。咁所以咧，大部分嘅解經家、神學家咧都同意。創世記是在西奈曠野寫成的。我們有這個背景就要很幫助，對我們很大的幫助的。如果創世記真的在西奈曠野寫成，意思就是說以色列人剛剛跟神立了約，是不是他們剛剛才得到神頒布的十戒，他們剛剛才知道認定神就是他們的神了。所以創世記的背景呢，就跟我们讲创世纪的目的他的信息，就是要帮助这帮以色列人巩固他们刚刚跟神建立的关系。用今日教会的措辞，创世纪写成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帮初信的人建立跟神的关系。这帮以色列人都是初信的，他们之前可能都忘记了神是谁的了，他们不知道神是谁的。但是现在他们立约做神的子民，所以他们要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创世纪是帮助他们与神建立关系的。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感慨了，这样的结论了。如果新约里面的四福音是初信主者的认识主耶稣的信仰手册，因为我们都需要认识主耶稣嘛，所以呢，你今天信耶稣，我就介绍你看约翰福音了。如果你说约翰福音太多的东西不太明白，那就看马太福音啦。马太福音都是行动。你说马太福音好像长一点，那就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就没得投诉了吧。所以呢，我们都会鼓励人看四福音，因为为什么？我们是信耶稣的，所以我第一个想认识的就是耶稣，四福音。但是创世纪就成为初信者的行道手册。我应该怎样生活呢？我应该怎样信靠神呢？如果我失败了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怎样跟神聊天呢？创世纪里面都有记载。从亚当到约瑟，创世纪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事故。创世纪里面记载的每一个人的长处，每一个人的短处。正话我们没有提那个人阿伯，我们没有提到失德，我们没有提到以诺，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提到。但是这些人在圣经里面，尽管只是生儿养女，讲起来讲几日前，我在想着，如果以诺与神同行，不用生儿养女多好呢？咁本来圣经话佢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唉，真惨啊！做个爸爸妈妈知道生儿养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系如果啲我哋信耶稣，就不用生儿养女，又唔使咁世间嘅愁苦，咁几好呢 ？Sorry， 连以诺都要生儿养女，佢都要面对人间嘅疾苦。所以呢，这些人 的事情，他的长处，他的短处，他怎样与神同行，他怎样听神的说话，挪亚用120年去起这个方舟，
跟住咧又飲酒誤事嚇，所以我哋基督徒唔飲酒就咁嘅原因啦，飲酒會誤事嘅。咁所以有好多好多嘅嘢，我哋讀咗之後，我哋引以為鑑。所以呢啲人嘅長處，呢啲人嘅短處，呢啲人嘅成功，呢啲人失敗，喺佢哋生命當中嘅生誤，好似亞伯拉罕因為怕，就所以就認太太做妹妹喺呢個嘅埃及又好，喺呢個嘅非利士人嘅地方又好，都係咁樣嘅失敗。咁跟住佢失敗咗之後點樣轉機？嗱，呢啲成為我哋今日嘅借鏡同埋尷尬。借鏡嘅就好嘅啦，佢好嘅我哋借鏡，我哋要學習啦。尷尬就係佢哋失敗嘅地方，佢哋唔好嘅地方，我哋要提防啦。所以創世記就寫咗俾我哋睇，可以話咧係活生生嘅擺喺我哋嘅眼前，讓我哋可以借鏡去學習佢哋嘅長處，讓我哋可以尷尬去避免佢哋犯嘅錯誤。創世記就係一本咁樣嘅書，就係一面嘅鏡子。我哋睇完之後，我哋知道我哋嘅本來嘅面目。當然，創世記都同我哋講交代神點樣對待呢班有軟弱嘅人，神點樣向呢班軟弱不堪嘅人心存忍耐，神點樣用奇妙嘅手去栽培佢哋，使佢哋終於成功。當我哋讀約瑟嘅故事嘅時候，我只係讀到約瑟真係好嘢啦啊！我哋忽略咗喺荧光幕背后的神的作为，是神栽培他们，是神训练他们，令到他们终于成功的。但是当我们看见神这样是用含忍的心去帮助这班软弱的先祖，以色列人的先祖，让他们终于成功的时候，就对我们这班软弱如虫的基督徒很大的鼓舞。我哋都軟弱噶，我哋都失敗噶。同大家講個失敗見證啊！上個禮拜日翻嚟教會，行到咧 Mackenzie 啊，Mackenzie 嘅人行人過馬路嗰度又數住幾十九八七六五三二一噶嘛，我睇到就7分7秒鐘，我去得切嘅。冇諗到嗰次咧，佢到零之後冇再停多幾秒先轉燈，一去零就即刻轉紅燈，轉黃燈 ，sorry。咁我停唔切啦。因為我心存僥幸可以過得去噶嘛，終於衝咗黃燈。阿賢賢坐我隔離就話：爹哋咁我知啦，唔使講啦，兩父子啊，心照不宣。但今日我又衰喎，今日衰係衰咩咧？就係喺 Felton 嘅山仔啊，落斜路。佢喺山頂上面嘅時候咧，啱啱轉綠燈，可以轉左去 Felton。咁所以咧，有車轉咗左啦。咁諗住好短路啫，我一定去得切。我忘記咗 Felton 嘅燈唔再係 timer 噶啦，係用 sensor 噶啦。當電腦 sense 到呢條路冇車，佢就轉燈啦。咁我就當時咧就冇踩油，不過起碼冇踩 brake， 架車仲係咧風馳電掣嘅向下坡行。當我見到轉燈嘅時候，我已經停唔切啦。我心裏邊就話：哎呀，仔又話我啦，又要衝黃燈啦。我哋都犯錯嘅，我哋真係軟弱如蟲嘅。但係我哋睇見喺舊約嘅創世記當中，神點樣對待呢班嘅先祖嘅時候，我哋心裏邊得著好大嘅鼓舞。冇錯，我常常失誤，我常常講錯説話，正我都講咗啦。喺國語堂講咗三章，其實得兩章經文。我哋成日都犯錯嘅，但係神點樣去憐憫我哋？神點樣去赦免我哋，系俾我哋呢班基督徒好大好大嘅鼓舞。最后喺创世纪当中，我哋睇见神点样用佢嘅大能 transcend 人类所有嘅软弱。我唔识得翻译 transcend 呢个字，超越、跨越、贯穿，我唔知点样翻译。佢可以将我哋嘅软弱化成为我哋嘅成功同埋刚强。神的这份的智慧，这份的能力，一直都在这里，令到我觉得 很吸引我的心。神怎样做的呢？看人类的历史当中，个个都是罪人来的，个个都犯错的，但是却为我们铺出一个完整的、完美的救恩的计划。
我们真的想不明白这种 transcendence、这种超越的能力。是啊，我都是软弱的人，如果 按我软不软弱，根本上我们牧师不配做的，但是神能够 transcend 我们的软弱，即使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都能够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能够占上一部分。这份的伟大，这份的全能，我想是我们人类是没办法能够明白的。但是创世纪就这样跟我们说，刚才所说的人个个都软弱的，但是就是他们一个一个的铺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篇完篇完整的乐章。弟兄姊妹，当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卷的书就是这个我在跌跌碰碰的当中，但是仍然坚持要在天路上面奔跑的人最大的安慰。是啊，我还是跌跌碰碰的，我还会说错话的，还会在一下子不留意的时候会说大话的，自己一不控制就说的了，说大话不需要深思熟虑的，你一不小心就说出来的，我还犯这些错误的。所以呢，我们这些软弱愚蠢的人怎么能够成就神的义呢？我们真的不能够成就的，但是神却有救援的恩典，祂的能力 transcend 我们的软弱。怎样我不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的生命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因为我们都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参与在神这个救世的计划里面，我们都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神的救世计划当中的受益人。虽然我们的路不容易走，但只要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时候，尽管我们跌跌碰碰，神仍然会拖带着我们。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的讯息，让我们重温一下好吗？创世纪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人的失败、短处、他们的长处和成功的当中，成为我们的借镜和监戒。当我们看见神怎样温柔地对待创世纪里面的人物的时候，我们自知软弱的人得着很大的鼓舞。我们承认我们的弱点，我们承认我们会犯罪，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们赞叹神的奇妙和智慧，在祂永恒的计划当中，甚至计算了我的失败，预埋我的跌倒，以致当然我不是那句话，不是鼓励大家跌倒失败，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尽量尽我们的能力不失败不跌倒，但是哪怕我们真的跌倒了，神都能够 transcend 我们的失败，以致我们的参与能够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仍然占上一席位。这个岂不是给我们这班在天路上跌跌碰碰的人最大的安慰吗？这个就是创世纪。在我结束之前，我先要讲一讲的，就是我都承认，当我讲这些道的时候，我可能会讲得太快。如果弟兄姊妹觉得真的太快，有很多地方讲得不明白的，请你记得 email 给我，或者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更深的谈，那大家给我的意见，我可以改善下一次的讲道。我今天的讲章我看了很多次了，听了你语音发读，读了不下十次了，我觉得已经是很浅很白的了，但是呢，可能对一些弟兄姊妹说都是太深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大家不论赐教跟我说，让我可以后的预备的当中呢，能够更加呢尽量是浅白一些，让我们能够呢是同步去学习神圣经里面的说话。我说这么多东西，我只是想大家推销这件事，我希望大家爱上圣经，我希望大家爱上创世纪，我希望大家爱上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因为圣经一本是一本奇妙的书。好，我们结束在这书，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创世纪，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尽早看圣经，我尽量在星期 四之前将下个礼拜 的图表给大家。
家可以預先的準備。好，從起立我們做結束的禱告。請我天父，我多謝你給我們今天早上有機會真的走馬看花，去讀完這個創世記。內中的故事有很多很寶貴的故事，我們都沒辦法提。內中有很多偉大的人物，好像麥基洗德，我們沒辦法 去論述。但我們多謝你，即使是幾咁的快，我們知道聖靈仍然能夠在當中來工作，讓我們今天所講的能夠被聖靈的使用刻記在我們的心中，讓我們被提醒去思考你在創世記當中所陳述的你自己的偉大，好叫我們被吸引，因為我們所服侍的神既是又既偉大又慈愛又温柔的神，又幫助我們去明白我們人生的道路雖然不容易走，我們卻有一位我們隨時可以投靠的神，我們可以去到你的面前支取力量，得著鼓勵和安慰。所以求神幫助我們，不要放棄這個權利，讓我們在無論什麼環境的當中都時刻與主靠近，好叫我們走這條難走甚至高低起伏不平的天路的時候，能夠因為有你的同在而走得輕鬆。保守我們每一個心懷意念，讓我們在疫情影響的時間不能夠再多做其他我們慣常做的事情的時候，多花時間去讀經，多花時間去思想你的說話。你賜福給我們這個教會，讓我們教會終久成為一個讀經的教會。散開的時候，求主保守我們的腳步，又如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和交通，常與我們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請坐，我們一同默禱。聚会结束，与神赐福大家，请大家继续为疫情祈祷。哦，有两样嘢唔记得要补充嘅。第一，请大家为黄允志牧师祈祷。黄允志牧师早啲嘅连日咧都经常嚟我哋教会噶。佢最近咧寄咗个WhatsApp 俾我，就佢证实咗系患咗第四期嘅胰脏癌。咁请大家为佢祈祷，求神怜悯佢。人始终有死嘅一日。但願他在這段期間當中更多經歷神的恩典。第二呢，就是如果大家在等這個的 flu 的疫苗的話呢， Coach 弟兄跟我說叫大家不用擔心，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的話可以找他，疫苗呢很快會到域多里，大家不需要過分的擔憂。不過我們都順應 Dr. Henry 的指示，如果不必要就少出街，免得我們不是感染這個感冒，而是感染這個肺炎，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大家呢都記得保重。總之有什麼進一步的消息是關乎到大家的健康、大家的平安的，我們都會在處跟大家 update。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教會的 email 或者跟辦公室來聯絡。好，神賜福大家，再見。